各位老板、副理老师以及 HR 老师，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雷震，我喜欢旅行，曾经徒步去过拉萨。因为旅行呢，我喜欢摄影，风光人像我都拍。因为摄影，我从大一开始创业，为企业提供影像宣传服务。那么我从大一的一台单反相机做到了现在大四，整个工作室成为学校对外展示的一个样板。那么今天来到非你莫属，我想寻找一份关于策划或者编导相关的岗位。最后，我永远相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谢谢大家。你怎么不去你哥的公司啊？本身来这个节目是我哥给推荐过来的。然后呢，我觉得主要是我哥在公司吧还有些不太方便，是吧？裙带关系，还是需要自己出来闯一闯。如果你哥今天坐在上面，你会来吗？会来。不是，他哥什么公司啊？苏老师，他叫雷震，你想想他哥是谁？雷涛是吗？是雷涛吗？雷涛啊。当时就非常的懵，就根本没有想过这个我会一上场就会被揭底这个事儿，然后呢当时就现场就比较慌乱的。我们是老乡啊，我们一个地方的啊。对，我查过您那个云阳啊。我是奉节的。对。然后你还跟苏林以前都来自于同一个栏目组。你的侄子在我们那儿上课，你嫂子我们都认识啊。看来今天来对场了。来，请你走吧。不，任务还没完。我一直以为他少写了一个字，没有，叫雷震子。其实大家可以这样记啊。好，你刚才说在学校是创建了一个什么来着？创建了一家工作室。是这样的，那个这家工作室呢，最开始呢，我本没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想要创建它。是我因为我最开始我喜欢摄影，然后在摄影的过程当中呢，然后我逐渐接触了一些就是说拍摄短片啊，然后这些一些活动。然后呢，最后呢，有一个我们老师给我推荐的一个项目让我去做。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商业的项目，做完之后我尝到了甜头。什么甜头？挣到钱了吗？多少钱？第一次是1000块钱，当时就觉得挺爽的，就是那一个字爽，然后就开始做。然后现在工作室呢，从当初的最开始是2个人，后来到3个人，到现在呢是8个人。最多一个月收入多少？最多的一个，如果说是工作室的营业额的话，最多一个月是15万。你挣了多少钱？一共我没算过，但是我最多的一个月挣过3万块钱。3万块钱。如果非你莫属要评选10家老板，要拍摄一个宣传片，你会怎么拍？我们一共有460多位老板。可能第一个我会说抽取以往的这个节目的一些片段，这是一个素材的来源。那么第二个呢，会征求一些老板的意见。我们会比如说老板都想可能会出面想要去宣传一下自己的企业，那么我们就可以抽取一些老板，那我们来拍一个类似的那种 VCR 那种小短片，那么合到一起，最后进行媒体或者说网络的推广。它的亮点是什么？这个宣传片亮点就是，第一是借助于这个非你莫属的这个平台这个点，然后呢同时也宣传各位老板的企业。如果我们栏目组不给你钱，你自筹你怎么做？这个东西啊，如果自筹的话，那么所有的200多位老板都是资源。因为大家，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想要宣传自己的企业，其实都挺想要上镜来拍这个片子。那是不是给钱给的多的露脸就多呢？肯定有一定的规则。雷震，范围之内。你从一开始啊就被涂老师给带进沟里去了。他让你去选10家，他还告诉你有400多位候选人。你首先应该反问他说，那您的这个评选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你是把它建立在什么样一个坐标之下去选，你才能知道你的方向性是哪10个人，对不对？你现在回答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可操作性是很低的呀。而且我补充一下，是600啊，是600个企业啊，600个。对，这个就是操作起来很难。做策划这个东西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去思考方方面面，然后得出的一系列策划结果。但是厂商呢确实抛给我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只能让我在几秒钟
利用可能拥有的一些经验、一些看法，然后做出一些回答。除了节目策划，别的干不干？别的看行业，一般来说，互联网，然后广告传媒。要求薪资多少？现在是5000块钱。有地域限制吗？北京或者杭州，从小做起吗？是吧 ？OK， 行，来第一轮选择去火里。还有九盏灯，天生我有才。天生我有才是一段视频他拍的，来看一下。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观望者，一种是行动者。首先，有了好的改进改善想法，请第一时间提交 CA。 CA 提交之后，您可自行组建团队落实。项目完成后，由部门月度组织评估。对于他的一个非专业的这么一个背景，又是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说，他的作品其实是已经能打一个很高的分数了。尤其是他第二条片子，他是能够理解到客户的需求，然后对于企业客户来说，这种能够做到这个级别的作品，已经是有的时候是可以交货的了。所以我当时呢就是非常感兴趣对这个孩子，因为他的确是跟我们的业务是有匹配度的。雷震啊，我问一下啊，就是整个这个两个混合在一起的片子，你在里面具体都做了哪些？是你自己做的哦？完全是我自己做的。拍，对，剪，对，一个人包，对。全是你一个人呢？对，我第二条完全从最开始的脚本，然后跟客户沟通，然后定脚本开始做，都是你吗？那个第二个只有那个配音和他写的文案不是，是他公司内部人员做的。他的问题是他只会技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内容，怎么样去表达情感，他只能说用镜头把别人要求的东西表现出来。那这个呢，相对来说就是稍微的下游了一点。一个好的编导如果能走得相对比较远的话，一定是他所做的节目跟内心的爱好是最大程度的吻合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基本上想做编导这个方向或者是策划这个方向，你内心的爱好是什么？其实可能说最喜欢做的啊，最最喜欢做的可能说是纪录片。第二目标或第二的兴趣点是什么？有吗？有想过吗？第二个可能说类似于现在比较火一点的视频短片，网络的，比如说是综艺类，或者说一些故事型的那种短片，或者创意型的短片。大家记住，在第一环节说了一句话啊，第一笔单子，企业宣传片，挣了1000块钱，什么感觉？爽。爽，就是一个人啊，在迷茫的时候，他就很就找不到方向。如果说有时候你能发现一个机会，然后呢，并发现了未来的路，然后你就会发现，哎，自己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对，我走这条路走得通。哎，对，有希望。对，就是那一个字，爽。来，第二轮选择去火流。还有六盏灯。我提供的一个岗位呢，是我们策划部里边的技术支持主管这样的一个岗位。撼动体育，我可以给你提供的岗位是编导。我是中信出版社的，我们有两个岗位可能适合你，一个是中信书院的视频荐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在2018年会做一档知识服务类的节目，中信出版社需要有专业的编导来参与这个工作。我会给到你一个在我们迎朗文化这个公司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管理的工作。 CK 给您提供的岗位呢是编导。雷震，欢迎你来到乐群的内容创作团队。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很多美美的健康食品的新品，我们也需要创作大量的内容。灭四盏，留两盏。谢谢。是因为我在上海吗？有这个原因。他把两个专业公司全灭。有机会合作，有机会。没关系，好，谢谢谢谢，有机会合作。再灭一盏。好，哎，来，谢谢。
有请艾琳雨冬谈钱不伤感情。薪酬没有问题吧？啊，没有问题。来，你可以问一个问题。没有问题了。把另外几盏灯亮起来。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出的薪酬是多少。7000、6000、8888、6000。好，除了8000，其他全部灭掉。好吧，你选择一下是否愿意让李淑玲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考虑10秒。你的答案是啊，不代替。为什么？因为已经有选择了，对吧？对，行吧，这就是他跟雷涛最大的不同。来，你考虑一下，做出最后选择吧。啊，来，10秒。乐纯 CKE， 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乐纯，对吧？哇，谢谢。先从可能说我能做的开始，然后逐步的我想学习一下营销啊，策划或者宣传，还有一些关于管理方面的这些知识，最终呢可能说做到尽可能的向一个高管的这个一个方向发展，而不是做一个技术人。